来吃了。水果哪来的？我现在低血压起床气啊，我刷牙去。别回避问题，这问你话呢。我告诉你，别欺负残疾人。哎呀，哎，68一斤车厘子，你一买就是三盒。是不是程家阳啊？我这出去没多长时间，他就这么惦记你啊？哪儿？这种事儿都不告诉我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车厘子我拿走了，当然你给我的补偿。你先走，我等会儿再上。师傅，咱们再绕一圈。知道了吧？佳阳。早上好。哎，陈主任。佳阳，昨天算了，我直接问吧，我是不是在你家看到乔飞了？你看错了？不可能看错吧？乔飞嘛。佳阳啊，佳阳，中午程主任和兰哥地区领导吃饭，我们那边有个企业出了点问题，你去做口译吧。好，我现在做准备。你告诉我呗。你真的看错了？呀，乔飞，你脚怎么了？脚崴了。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就是断了营养头，没事了。这两天跑腿是我全来了啊，完了祝你好好休息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事，你看我还能站在这儿。啊，有事儿！我去，今天别逞能了，快快快，走了。脚崴了，今天就别乱跑了。瑞士卫生部马上回来了，你整理一下医疗资料。人模今天有点怪，啊？布置任务也很像敷衍。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下午集中火力翻译。我说的是脚怎么样了？啊，不疼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来吧，我给你买了饭。谢谢，多少钱？我给你一顿饭而已，算了吧，我还是请得起的。闻着味儿我都觉得香了。哪位是乔飞？送餐。我是乔飞，但是我没点餐。136-364-8-6937不是你的电话号码吗？是我的，但是您再核对一下吧，因为我确实没点餐，您别送错了。号码是你的就对了，钱已经支付过了，我只管送。订餐号码是136-364-8-7063，你看看是不是你朋友帮你订的？是谁？是人魔。程家阳。我帮你核对一下菜单：当归乌鸡汤、野生和佳仁、真菌溜鱼片、白灼剑兰、水果拼盘。您的餐齐了，请慢用。哇塞，还是程主任比较细心，我这个就算了吧。一块吃吧，我自己也吃不完。哎，要不这两天我送你吧？不用啊。不会这也让程主任包了吧？还是你男朋友送的？没有。那我就送你了吧，我上个月刚拍的款，刚买的新车。
喂，你怎么走了？不是说好这几天我送你的吗？我这就到家了，我同事送我的。啊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就这样。男朋友啊？不是，室友问我什么时候到家。哦，哎，你不考虑买个房？我买了一个70多平米的，最近啊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，正是买房的时候。我的房买的嘉定，远是远了点，但是来小地铁很方便的。我哪有那个闲钱呀？我欠了一屁股债呢。哦，哎，我之前跟你说工作的事儿，你不考虑考虑？我不去，你不是也没去吗？我不去是因为你不去。什么呀？哎小心开车啊！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不早散会了吗？乔薇不是脚崴了吗？过来看他一眼。哦，我看好时候送他走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哦，那真不是乔薇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也是。你还不至于跟实习生，是吧？最近我可能太累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来让我们看看？你先把你和韩梅梅的事弄清楚，再操别人的心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和梅梅就没事儿好吗？我。干嘛？大晚上让我开车来？带我去找车去。你车停哪儿？你自己不知道？大概位置我知道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我怎么说你怎么走就行。